我们的支付方式有那个信用卡、刷卡，用的是 Nayax 那个刷卡机Reader， 然后 Coin 就是硬币或者是代币的接收器。如果下面是那个找币的窗口，如果找不出来币，可以按这个金属。然后这边是那个纸币，可以使用你们国家的纸币。然后代币的话，那个 coin 代币的话，可以用我们Homi 的代币。然后这边的窗口是拿那个酱料的。然后好，现在我们的门已经开了，然后那个薯条已经炸好了，这是经过二次复炸的那个薯条，非常松脆，比较柔软。如果客户喜欢更脆一些的那种胶的，比较硬的，可以调节它的温度。因为我们的温度油炸的温度可以去到60到185度，然后那个时间也可以调整，大概是从60到80秒。